对不起，好像又一位老头玩家退游了。多少了？91。那我直接去救了，直接勾过来救你。差点，老头也扛不住。喂，没事。我看见那老头带没带一刀？没带一刀，没带一刀。这个。我被锁在这里里面了，我的妈耶！啊，快快快！啊，个小角落！啊，没事，我还有自己，我还有自己，没事，我们两个都有自己。开就开门呀，这心理学家干嘛呀？哎呀，大哥，你不去开门，你在这管我干什么呀？这群人。Later。摸枪。看看啊！哦，监管着就在他们脸上。你把那个控制台能量先玩掉，我摸枪。没打能量。摸一下，都说有个五层猴，还有机会。你吸氧，你吸氧。鸟吸出来了吗？吸出来了。你给我鸟，我去摸；你给我鸟，我去摸。不一样吗？咱仨直接走也行，反正他留不住人了。都不一定，老头的人不一定。看看，有传送，摸摸摸。你玩控制台，你玩控制台。看我玩不玩？你摸你摸。那给你俩出门吗？可以可以，他出门了，出门了。啊，传送用了，没那个的。炸他炸他！你大号都炸呀，大哥！对。累死了。